待会我们幸福的大家庭要一个总进球，来谢谢大家。那在总进球之前呢，我们新人的妈妈有些话想跟各位嘉宾说。大家可以吃的开心，祝福他们的永结同心，永浴爱河，谢谢。掌声谢谢妈妈。那待会我们要以简单的举杯仪式来表达对各位嘉宾的祝福及感谢。那我们先请各位嘉宾把我们的果汁杯盛满哦，稍后给我们新人及双方主婚人献上祝福。待会我数三二一的时候，请各位嘉宾跟我说一定要幸福。我们先举杯，准备好了吗？三二一，一定要幸福。来，我们请干杯。那现在请我们幸福大家庭先牵起手，先牵手。那现在幸福舞台上是我们崭新幸福的大家庭，那我们幸福的大家庭要深深的一鞠躬来感谢各位嘉宾的莅临，谢谢各位嘉宾，请掌声。那我们先请双方主婚人先入座休息。亲朋好友再用幸福的掌声来感谢我们新人用心准备的小礼物。
旗我们新的一架至会场的中央。那待会我们要拍一个大合照，那请各位嘉宾有手机的帮我开手电筒。待会我们摄影师要帮大家拍个大合照，那请有手机的嘉宾帮我拍个手电筒，谢谢。心。